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Luke chapter 1 verse 35, the angel answered, the Holy Spirit will come upon you, and the power of the Most High will overshadow you. So the Holy One to be born will be called the Son of God. 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二节，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Chapter 3 verse 22, and the Holy Spirit descended on him in bodily form like a dove, and a voice came from heaven, you are my son whom I love, with you I am well pleased.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John chapter 3 verse 34, for the one whom God has sent speaks the words of God, for God gives a spirit without limit.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Chapter 4 verse 23 to 24, yet a time is coming and has now come when the true worshippers will worship the Father in spirit and in truth, for they are the kind of spiritual this Father seeksGod is spirit, and his worshipper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in truth. Amen. 弟兄姐妹，让我们站立起来。圣灵们，欢迎你现在，你临到这个地方，充满在我们的当中。高举我们双手来。Yes.
式的来唱，弟兄姐妹，第二堂的聚会，弟兄姐妹一起来。是的。Yeah.
去心一起弟兄或是姐妹，当我们在扫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们要彼此的来宣告神给我们的应许。无论在这两天或是今天早上，你所领受的神有话给你的那个应许，你的梦想，你的意向，好不好？在这个小组里面的时候一起的宣告，当一个姐妹在宣告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就大声说 Amen， 彼此的 Amen， 彼此的宣告，彼此的相信，哈利路亚。来，一二三，来，开始的来宣告。考试的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宣告你的学业是能够荣耀神的名字，宣告你的家庭能够见证神的名字。小朋友可以为爸爸妈妈来宣告，我的爸爸妈妈是尊主伟大的爸爸妈妈。
是尊属伟大的家庭。哈利路亚！继续宣告，我感受神就带着你，继续宣告，继续大声说 Amen， 继续宣告，继续宣告，哈利路亚 ！Are you ready？ 呼喊的声音 ，One, Two, Three， 呼喊的声音，可以再大声吗，年轻人？再一次。夜里各地晨曦是宣告说 Come on， 哈利路亚，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日 Come on， 看见你的应许，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继续的，所以我在你面前相信，主，我们刚才所宣告的每一个应许，主你必成就。菲拉提菲教会是医治万民的教会，菲拉提菲教会是成为基隆坡灯塔的教会，菲拉提菲教会兴起新时代器皿的教会，菲拉提菲教会要进入和转化我们的城市，菲拉提菲教会要服侍那些还没有在我们当中的人，菲拉提菲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手按病人，病人得到完全的医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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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生命得胜又再得胜。所以你要复兴你的教会，举起双手，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从里到外都不再一样，被复兴过来，被苏醒过来，扩张我们的灵命。继续抓手，继续继续抓手，下来打吧，是个大把的扩张我们的信心，扩张我们的眼界，我们不满足。菲拉提菲教会是成为基隆坡灯塔的教会，主，我们的家庭要成为这社区里面的见证。主啊，主啊，库拉巴提。张口来下祷告，是个喇叭的啊，哈利路亚，是个喵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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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主，我们要看见凡有疾病的都要得到完全的医治。菲拉提菲教会是零肿瘤的教会，是个喇叭叭叭叭叭叭叭，菲拉提菲教会是充满神医神迹的教会，是因为你的同在领导，是喇叭哒哒，所以我要。站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宣告说 Come on 弟兄姐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他是盼望的源头，他是喜乐的源头，他是平安的源头，他是医治的源头。继续双手领受，继续呼求，所以我要欢呼，宣告说 Come on， 直到夜里的女神宣告一遍遍到达，所以我要，所以我要相信，再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
他更大的掌声，再给他最大的呼喊的声音。 Come on，继续充满我们每一个。来高
来说，雨更多更多，雨来高举你的名，雨更多更多，雨来呼喊你的名，雨更多更多，来承认神的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更多雨更多更多，雨来高举你的名，更多雨更多更多，雨来呼喊你的名，雨更多更多，雨来高举你的名，更多雨更多更多，雨来呼喊你的名，雨更多更多，来宣告，来承认你是主，是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希望就在这里，我们欢乐献祭。谁到主的右边去吸我们的手，今天早上君王就在这里，并且高举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战胜所有的疾病，他战胜死亡，战胜一切。今天早上好不好，我们换着学习来放一祷告，君王就在这里，神的大能要运行，我们神是胜过一切的神，好不好，每一个人在你的在的位置，你愿我们高举我们的手，我们今天心单单来转向神，将保罗所说的，我们将一切看作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来得着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用方言来祷告，虚然的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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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我们在你的同在里面，
父，我们要宣告你的名更多。主，我们是抓紧你的名字，神，让我们紧紧宣告你的石头。主，我们要看到，当神被高举的时候，问题就会变渺小；但被高举的时候，主，我们看到，所有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迎刃而解。主，我们今天不要再看环境，不要再看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我们看到是神，你仍然掌完全。我们看到是你给我们神的应许和盼望。我们要看到是神，你能够使枯干的骸骨再次活过来。我们看到神，你给我们是盼望，是喜乐，是平安，是医治。所以我们要祷告，医治临到整个教会。我们祷告，虽然肿瘤完全离开，所以我们要祷告，你的爱要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看到枯干的骸骨，干枯的要再次被你滋润过来。所以你的爱要充满在每一个家庭，恢复医治我们的家。主啊，你的爱要充满整个教会，让被拉点为教会成一个爱的教会。主啊，让每个人来到你的殿里面的时候，主我们知道爱就在这里。主啊，你今天你爱的氛围要充满在当中。主，我们知道你掌完全，我们要高举你的名字，为耶稣基督是非拉点为教会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将这荣耀颂赞全柄都归给你，直到永远。回到神的家，好不好？咱们在哈利的时候，带家到处走动，脸带笑容，找你不认识的，要热情的拥抱，来感受到菲拉铁菲教会的爱。Amen。来，到处走动，拥抱。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Amen。 来，请坐。让我们一起来留意教会这个礼拜的最新的动向。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再次回到菲拉铁菲教会，我是 Felix， 让我们一起来透过 CPM TV 看看教会的最新动向。